别动，再动我就开枪了。小黑哥迅速拔出两把枪。两位，看来我们碰上个死局了。对面小黑弟说，你输了，我们的狙击手已经瞄准你了。果然远方有个狙击手，红点对准了小黑哥的脑门，但小黑哥从容不迫。不错，但我早就知道有个狙击手，所以我就叫了无人机去杀他。这时候小黄哥说，我们早就知道有个无人机，所以我们早就派了黑客把他黑掉了。小黑哥说，我早就知道有个黑客，所以我早就把他老婆绑架了。小黑弟说，我们早就知道他有个老婆，但他早就要跟他离婚了。小黑哥说，放屁，他们情比金坚。小黑弟说，你输了，我早就开始勾引他老婆出轨了。里面的黑客都没你黑。小黄哥说，哈哈，没想到我们计划周到吧。你输了。小黑哥说，看来你们赢了，但你们其实输了。这时候小黑弟突然拔枪对准了小黄哥，他就是我的卧底。小黄哥冷笑一下，我第一次见他就知道他是卧底了。然后小黑弟额头上多了一个红点。小黄哥说，我还有一个狙击手。小黑弟说，我早就知道你知道我是卧底了。小黄哥说，你太差了，我早就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卧底了，但你不知道的是他也是卧底。听到这个关键词，小黑哥突然翻起白眼，整个人回忆起了曾经被洗脑过的事情。他拔枪对准小黑弟，我是 CIA 的潜伏特工，现在记忆都回来了。你输了，但同时我还有一个秘密任务，那就是调查我的上司的腐败问题。他又把枪对准了小黄哥。小黄哥笑道，哈哈哈哈，但你输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潜伏特工，我才是。他一拉头套变成了小黑哥。对面的小黑哥说，你以为你是我吗？其实我是你。然后他变成了小黄哥。你妹的。这时候一直被冷落的小黑弟哈哈大笑起来，你们都没有猜到我是谁，其实我就是。小黑弟突然哭了起来，好吧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旁边的小黑哥不忘说风凉话，你太差了，你不配做碟中谍。小黑弟恼羞成怒，拔枪乱射，三个人同归于尽。